也不一定要先实战的啦，我现在没那个时间去那边演示了，我们直接讲角色比较快。哎，把这个写下嘛。中了，来抽中，直接哭赢啊！先不实战，抽中刘备，抽中刘备，抽中刘备，嘿嘿，来挺久一点吧。抽中刘备，然后你那个商店再看一下呗。来，刘备直接打开。这边选 SSR，这边全部升。然后一键升级。我们今天一样先搞这一只哈。曾经跨过山的大海，沿着无人山之上，平庸的一切，上天大山之上。你们可以先平均升级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讲技能吧。然后这边，哎，我赏金这么多了呀！哇，天哪，玩到手撕了。What？ 这一关里面有三星通关。直接丢高你，尽量给，按你下一集，下一集。然后，刚才那边有线玩吗？相信给我。梦幻应该讲了吧？大部分应该还没。好了，就这样。